听你们女生在描述你们看中医店里面的某个产品的时候，你们的描述的方法真的很多种。以前大概是说什么那个东西在呼唤他的名字，或者说那个东西已经写了我的名字，就那东西就是妖怪会浮现出徐熙媛三个。因为比如说，如果那双鞋已经写了徐熙娣，你说林美秀怎么穿它？我现在已经开始因为你本来只林志玲，现在林美秀都要了。哦，没有，林美秀是我乱编，然后突然想说，哎，竟然还真的有一个明星叫林美秀。我们欢迎五位女明星，哈，你们好，欢迎。是他们跟包包的人生悲欢离合的故事，其中有一些是去老妈的衣柜里面翻包包出来用，有一些是瞎整男朋友，就是故意在男朋友面前装可怜，然后得到男朋友送一个包包之类。你先讲一下哪些包包写着你的名字好吗？你不要一副大开杀戒，这根本就是我的。有一点年纪了耶，这个、包包我觉得很适合背这种有历史的包包啊。也是也是，我先走了。你说他快装进去，就是我的假装是你的，谁塞进去？警卫问的时候，你就可以说里面有手卡。对呀，是我的，这包包是我的，很好看。对，我好喜欢这种旧旧的包包哦。那为什么不去二手店买就有了？因为又懒得去。可是因为我婆婆有的时候会为了要拉近跟我的距离，所以说妈妈妈妈这个包包送你。可是因为我都会想说婆婆跟我的品味毕竟还是不一样，可是她怎么不一样法呢？因为婆婆毕竟是比较贵气十足，对，我是比较随和街头。然后就会拿出比如说 Chanel， 可是是她20年前买的，很好，不是很好看吗？就如同超好看，对啊，我说我干嘛这给你？可能不一样的 style， 就没想到这是我的名字。他们就不了解我们有时候喜欢很旧的东西，所以你这个可以让给他吗？这个可以借你背了。什么叫借我背？什么叫借我背？因为这是我妈的包包，这是我的。真的里面还有个小的，是我觉得现在很流行的那种侧背包。可是好好看啊！哎，不是，是土匪的声音吧？好好看哦！你懂不懂？对，我懂啊，这我懂。而且它这个长度背起来很时髦，我真的觉得名牌的老款比较考究一点。然后我就会买一些新款的包包拿给我妈，跟她换这些旧。她愿意吗？她愿意啊，好适合。这都是我的，对不对？没有，比较适合我。不然我们来投票看是不是你的哈。看其他四位的意思，我想他们会出卖陆佳怡。迫于你的淫威，可能没有办法。丁小晴，这包包是徐熙娣的吗？我坦白说，可能熙娣会比较适合。因为比例三，对，因为你背你一定没生命，因为丁小晴很怕你等下要抢他的包包。好了，小哥给你啊！真的假的？小哥给你啊！好，那我这给你。好了，你答应，如果你要收下的话，你要还人家一个小东西。我回去翻一个包包给你。我不要。20块、20多年前的神奈。他的品味不符合你的品味，是不是？我有很多旧的名牌包。好，那我们来交换。佳怡有去妈妈柜子里翻过，然后英奇呢，听说就是全部都是男生送他的。没有，这我自己买的、啊。你有自己花钱买过？我自己花钱买的、啊，这几个都是啊。OK， 那我来调查一下英奇桌上那几个包包，陆佳怡看了是不是会有一点问号？就粉红色那个我还 OK 啦，可是绿色那个就好痒哦，就觉得很像。哪一个是你花了在香港的时候花了什么？你在上海的时候花了一个月薪水买下是哪一个？这个，当场。马猫好冷静，安静，大家。你当时是因为觉得工作很辛苦，对啊，因为一心要慰劳自己。你在那边因为都没有朋友啊，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待了一个多月。你在任何地方有朋友？有啦，台湾有。所以那个时候是已经跟梁鹤群分手了，是不是？前年还没在一起，还没在一起、啊，所以那时候就一个人在上海。对，然后就在橱窗看到了一个对到你眼睛焦距的包。我那天就觉得我工作好辛苦，所以然后那上海又下雪又下雨，我一个人很冷，我想说我一定要出去购物，因为女生如果就是没有力气的时候，下雨一定要出去购物。对。
你不是已经很冷了吗？为什么不待在家里？那我现在出去寻求温暖啊，买东西会温暖。嗯，所以我就决定要去逛街，然后逛了逛，然后就看到一个，它就摆在外面橱窗上面，然后我看到它就哇好亮，那个地方有远远看就有一团那个亮光，这边好像有打灯，然后我就想说哇靠很近去看，那我靠近看就说太好美哦，外星来的包包。对，我就走进店里，然后我就说我要看这个，然后就觉得哇它整个就是很特别。然后店员跟你用的杀手锏是说，这是限量的，而且亚洲只有，好像只有香港跟上海有。他有说出限量几个吗？没有，他说他的量很少，不到十个。有说不到十个，有，那真的算很少。对，我也觉得很少。他就说这个尺寸跟这个款很少。我觉得他很会挑包包，但是我觉得这个包包 你很会挑，可是它适合像沙朗史东那种人拿，对，对不对？哦，你听得懂吗？石头拿就有那个气势在，你会被他吞掉。小四贬低别人的地位，然后还要问他你接得懂？没有，他真的很会挑包包，因为那个包包很厉害。你看是不是？可是我必须要讲，那个包包是写了丁小晴的名字，他并没有写殷琦的名字。小晴，你背那个走走看好不好？怎么可能？我当初进去店里的时候，我看其他包包都是雾的，哎。我本来想说看我，还是你嗑药啊？你本来眼睛就没有焦距，还怪别人。你借丁小晴一下，我看她走一下台步，看看她适合金头发的，头发比较淡色一点，因为才镇得住那个包包。对，很好看吧？这个包，因为丁小晴拿比较会觉得是时尚，可是殷琦拿就很像那种被包养的女人。来来来，很可爱，是我的。你拿很像没有在工作，然后靠男人养的那种。我猜没有嘞，你讲很准确。不适合你啊，因为他衣服也很像，就是要等瓦斯工人过来。对，太没错。所以当时店员一说只有上海有，你怎么？有写名字的，有啊，他有写啊，而且当时我看他，我本来想说要逛其他的包包，可是我发现我看每一个包包都好雾哦。陆佳有喜欢吗？我觉得如果这是你的第二个张唱包的话，你可以选这个这么花俏，因为我的包包我通常会用比较好搭配去选择。可是这个会不会被人家有一种感觉是说你背一次他们就记得了，然后你再背就很刺眼。对，我觉得这个包包它唯一在我身上有可能出现就是可能我穿背心然后牛仔裤很简单，然后我就背为了它而对而搭配，而且就是你千万不能有任何的艳丽感跟着包包同时出现。所以我平常如果穿这样的话我不会背这个，通常就是穿牛仔裤的时候。不是因为殷琦你长得太艳丽了，这个包包要给那种长得很个性的女生背才会好看。你觉得我吗？都比你适合一点，你不信你拿你那个绿的东西起来看看。可是因为都要配这种东西，都要配很素的啊，我穿这样的不适合那个。哇，好像被包养了。我给牛仔裤很好看。殷琦，你背一下那个绿的。好，好有趣哦，他怎么会买这个？我穿牛仔裤会很好看啊。可不可以去找一份工作啊？他是要去做指甲的样子，这也是要给个性的女生拿才能加分。你们别的人会买吗？这个也买不到，要这么说。这个陆佳怡拿应该要给她另外一个生命，会比较像随性的女生。你拿拉看，我是自己真的很少这种很花俏的包包。你看她拿是不是就质感就好很多？可是好像有一点太老气的样子。老气，这就只能配牛仔裤啊。对啊，就是她基本上应该不能配洋装。对啊，不能配洋装啊。她太华丽了，嗯。对。所以这个又很贵吗，亲爱的？要八万吗？差不多要。真的。而且亚洲没有去香港买的，亚洲没有。香港在亚洲。气死我！脑充血。听说你每个月一定要买一个包哦？没有啦，就是看如果我有存到钱的话，我就会适度的购。你有没有拿一个包包是你拿起来真的很像是一个独立自主有工作的女生该拿的包包？如果我现在穿的是牛仔裤，然后配 T 恤，拿买任何一个包，看起来都很像独立自主的女生。好，那她今天穿这样，你帮她选一个包吧。嗯。那个白色那个木线这个借他一下，嗯，那个陆佳怡米色那个也很好看，这比较好哎，嗯。
可是也不行，因为这包包实在太出名了，然后又很贵，所以他拿也很像是男生送他的。可是起码他比较有休闲，比较那么比较舒服，对啊，比较有度假。如果陆佳怡那个米色的那个这个，我看一下，哦，这个比较好，这个好多了，这个好好看，那也是写我名字拿来了。新买的吗？新买的，这是今年是好看的。可是你已经用得很厉害了耶。没有，他买来就是旧旧，每天就是这样子的吗？这个其实一开始是那 Gossip Girls 当中炒红的这个牌子。哦，看。所以你是因为看那个影集才？没有，我觉得今年夏天一定要有个这个像小公式包的书包形状，就双口。你不能两个都要啦，这个还是那个？没有，没有的选的是我的。这个是你现在在用吗？对啊，我现在。里面有东西，拿走啊！这个另外几位都喜欢吗？这我好喜欢。有吗？都喜欢啊。嗯，可以借你背一下啊。陆佳怡与男友玩寻宝，灵感来自节目中。现在的男友会买包包送你吗？会啊，然后也是有品味的。黑色啊，哦，这不是他，嗯，那个制作人。哦，你看我干嘛？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她的美。忘记了可是你知道，他们几位当中真的有一位是爱一个包包爱到最后就下手把它拿走了，不是自己的。你说偷人家的东西吗？可是好像也不是故意要偷，就只是误以为那是自己的就走了。就是包包在呼唤他，就中魔，就被包包给催眠。小晴是你哈？对，这真是一场误会。但是我自己也吓到，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受害者也是演艺圈的人，是谁？爱丽丝。对，因为他就是我们事发地点在日本。你以为在外国就可以这样子？我自己也吓到，因为我们就出来吃饭，然后我就看他带了一个 Prada， 而且Prada 的包包，然后我觉得哇，好可爱，是粉红色。然后吃完饭之后呢，我要拿我的一些购物袋走的时候，我就因为他的包包挡在我的购物袋的旁边，然后我要拿这购物袋的时候，我就要顺手把他包包要一起拿起来，然后再拿购物袋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出门了以后，我要拿我的那个电话打电话要找朋友的时候，我发现到哎，我怎么带了两个包包出门？结果我就拎着他包包就走出了餐厅，这样。那他为什么不阻止你？他没看，没有人看到啊，他就觉得我真的是小偷，要偷他的东西，因为说一会儿他就大骂说：“丁小青，你这小偷，你怎么这样拿我的？”包包，我说我自己真的吓到，然后一直道歉，一直道歉，说我真的不晓得我怎么会拿了你的包包。所以那一秒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是你的，你就顺手拿了吗？应该不是，我只是把它勾在。你为什么不去买呢？没有，那包包现在买不到啊。你们对包包的感情会强到一直去网上搜寻，说会不会出现，会不会出现吗？会啊，因为这个包包它是这个牌子，它是渐层的嘛。对。那它很特别，是它本来不是要做渐层的，它是一个粉红色的挂在它法国的总部的墙上，然后因为日积月累。渐层这件事你们都知道吗？对。我觉得很像粉红色褪色，哎，这不是放在橱窗被晒到褪吗？是，它就是它是以前是一个粉红色挂在橱窗上，然后日积月累风吹雨打，它就渐渐褪色了。它的设计师那个时候看到就觉得哇，褪得很漂亮，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概念做一个。设计师是那个为所欲为。可是因为它是 collagen， 然后它，而且它每一个渐层的渐层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买到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你有去比对过吗？有，因为我朋友陈怡有一个，因为我买的时候我还没有戴过，我就是到时候台湾没有，所以我就到处去找，然后去搜寻，就像康永哥那种妈妈把什么搜寻网站都搜寻过，出来终于有一个在法国，然后我叫我朋友从法国买。这多少钱？这一款要11-12左右。因为这个牌子本来就是这个价钱，这个尺寸是这个价钱。木星也买过更贵的，你有一次吓退相亲的对象，那个是你买了多少钱的包？对，就是这个吗？这个是它是编织 V 开头的，对对对，然后它上面有立体的这种做立体的折花，是多少？你在相亲的对象面前买下一个26万的包包？他不是相亲，我那天是他，因为这个男生他一直介绍，就是找我的朋友介绍我给他认识，一直要介绍。那我朋友就说我不喜欢这样子的介绍，就说那我们那天女生要去逛街，你跟着一起来好了，之后去喝茶。结果那我等一下，刚刚那故事很古怪。
你不愿意相亲，要叫男生陪你去逛街。不是不是，我的女生朋友就说，我们刚好女生要去逛街，接她去喝茶，那不然你就跟着一起来。一个陌生的男生就跟在你们女生旁边逛街。然后那个男生是为了想要追谁？我。然后是条件好的男生吗？我根本没有来得及认识人家，条件好或不好就把人家吓跑了。所以他跟着你们几个女生去逛街，然后你们进哪个店，他就得进哪个店。他就坐在那个店，那店都有那种什么沙发，就坐在那里噔噔噔，然后一直滑，然后那看他很无聊。可是我根本也没有想到说是要介绍给我，我就想说他因为是他的表哥，我想说那他就坐在这吧，然后我就在那边看。我本来也没有打算要买东西，最后就看到这个包包，就因为我喜欢这个牌子，然后加上他又跟我说什么台湾只有两三个字。之类的，一讲到听到这种限量这种话，就是整个一个就是像陨石打到头啊。然后我就想说问他多少，那我朋友刚好是 VIP， 所以可以打折。我想说打折这个牌子一年四季都在打折的啊。嗯，然后开始疯狂。康熙露出这么狰狞的脸。我就他从滑滑滑那边就已经不高兴了。我不知道他气什么。想说我可以省多少，就觉得哇可以省好多、哦、我就看了半天之后就觉得好我要买，然后我就去零钱，然后就去刷下去了。然后那男生就当场吓到，他不是在滑，他怎么会注意到你在干嘛？因为他就后来就问我说你有，然后跟我讲话有点共同点，然后他就说那你看到什么？就看到这一个。他说哦不错，蛮好看的，我看不懂多少钱。我就跟他讲价钱，他说你是自己付吗？我就说那不然是要谁付？他就说就是英文讲 you crazy。我就说我没有啊，我就是喜欢，我用我自己的钱买什么不可以？ You crazy 啊！你有这个机制？You crazy 之后又立刻开始慌。有跟我讲说，他那天是整个被我吓到，他觉得我就是疯了，会被吓到、啊。然后他就一直问我的朋友，初次见面在他面前买26万的包，然后他就一直问我的朋友说，他是不是平常都这样花钱？我说没有，他很少买这么夸张的数字的东西。然后他就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可是就已经两个啦，一个26，然后那个褪色包就。可是这个价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价钱。我知道，可是就是有人会不买啊，就你也可以买法拉利跑车。我有啊，你也有。可是那个2.5是经典款，每个女生都有啊。对啊，这个很吸粉，只是不同颜色而已啊。什么叫每个女生都有？对呀，你们很你是为你自己说的话。从这一个，他说入手，他说你要入手。他百货的专柜很奇怪啊。几个女生她们都有一个特别的包包呢，跟她们的感情生活有关系。那个警卫先生，我是二手精品店的这个店长，对包包非常有研究。你的头发是立体的啊？对对对对，编纺很复杂哎、啊，还可以。需要传达什么讯息吗？啊、没有，就是应该像接收外星人把你接走吧？对不对？就给大家一些想法。里面是一个小迷宫吗？有点类似。有办法让我们玩射箭，看能不能准确的穿过去？没想到是你那只鸟在放里面。所以你说你什么？我是二手精品店的店长。店长麻烦你那个把刚才陆佳怡说的那个很重要的包包拿进来好不好。没有你他，因为他们的品味，他们喜欢什么包包我都知道，麻烦你哦。你要一直飞是吗？我现在整个忐忑不安，我等会你们好。是这个，哇，这个，哇，这不像男生会买的。对，就是这很娘。所以男生去买这个包包到底过程有多糗？这其实是这品牌还蛮经典的水饺包，在当初也是限量的。然后其实是那个制作人就跟他建议说，我最近有看到这包，有觉得很想要，然后他就去买。你是怎么表现会让因为我们的制作人就不知道我们最近想要什么？因为我们是流行节目啊，我们常会在节目上介绍很多包包，所以你在节目里就会拿着这个包就说哦，好可爱哦。什么？所以他们就从旁观察，然后他就去，然后我制作人就跟他讲说，可能可是你们在节目里面这样子对一个东西发出太大的赞赏，万一粉丝送来了，会不会压力很大？你们不好意思收啊？没有啦，没有粉丝会做这种事情。以你的地位，你刚刚表现的对这包的热爱，应该就有80个粉丝会送来啊。那就赶快啊！算了，有小孩子没有让送你，所以这个是那位男友自己去做功课，然后他先打听说你爱的是哪个水饺包，对，然后后来他就去这个专柜，然后去专柜，可能原本制作人我的朋友就不记得多少钱，他刚刚说应该2-3万吧，嗯，然后结果后来就是标价，他就很帅走进去说，嗯，我要那个包包，然后就其实内心很尴尬，就说多少钱？好，没关系，直接刷卡。
然后就一拿来看，价钱是原本的两倍，最贴心的一个礼物。对，那他有跟你哭说价钱比原来的贵了？没有，他就是不会啊，他就是一直硬盯，然后回家就是还就是寻宝游戏啊，反正整个过程非常非常浪漫这样。所以寻到看到这个包包，你就立刻是抱住他吗？差不多。所以你当时会不会紧张？说万一寻到就是一个你根本没有很感动的礼物？不会耶，就我还蛮相信，就是我还蛮相信我的男友的。OK， 就他们一定会做到，真的让我很开心。所以你现在的男友会买包包送你吗？嗯、会啊，然后也是有品味的，就同一个啊。哦，就他、啊，就是那位啊，就是那个制作人吗？哦，那我干嘛不能讲？我们都知道啊，怎么可能不讨论？对啊，我没想到他这么浪漫呢、欸。他干嘛不好好做节目啊？哎、欸，我以为他是一个很酷的男生呢，他竟然还会设计这种寻宝游戏。就是我觉得男生就是要铁汉柔情。寻宝游戏不是应该用在节目里吗？他寻宝游戏到底是从节目里面偷来的吗？是啦。老公贴心送香水，小 S 却当场脸歪掉。他老公也有一次送我香水，他说 baby 你看我专程买给你的，然后我就打开一口说然后我一闻那种粉味的香水，我就很崩溃，然后我就赶快跑去洗澡，好臭，我说真的好臭哦。他说好了、啊，那我还是送别人，还是送妈妈好了。我觉得一定是夜店的妹妹跟他讲说啊，你真的喜欢这个牌子。夜店的妹妹，你干嘛每个来宾你都怪这个？你现在找到他，就是他现在只要写卡片就好了。嗯，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有生活中的小啊，不要再讨论了。你要自己讲了吧。生活中的小情趣是什么呢？就是过节还是要送礼物啊，我还是蛮所以都要一直要寻宝小东西，可是都要有游戏是包装吗？对对对，就是不同的小游戏。还有什么游戏是值得推荐给情侣的吗？没有，就是藏在一些很害羞的地方吗？没有啦，就是哎呦，不要讲了，我想救命！包包怎么撕？害羞地方是哪边？没有啊，因为确实制作人一定会比较多 idea 玩游戏的、啊。没有，就打给 B two 就好了 ，B two 会跟他讲八个。但是他会在家里藏卡片啦，就是如果他不在台湾的时候，然后每天他不在台湾就会在家里藏卡片，叫你去找。对，可能藏好四五张卡片。妈，这么用心，他为什么不好做节目啊？我都有看卡片内容写什么宝贝我很想你这说啊你一定刚起床啊那现在好贴心今天就是好贴心伟忠哥知道他的员工都没有花时间过节哎，这样很甜蜜，很甜蜜，看不出来他是这一号人物。好了，你们不要亏他了，加分。没有，我们很称赞他。所以你，那你压力也很大，你出国也得变花样啊。就是我自己也会啊，对啊。你也是藏东西吗？不是，有时候也会啊，就有一块蛋糕在角落放三个月发霉，找不到。这样子，那藏哪？很有乐趣，很有谢谢。好，我会放过你了。好，谢谢。杨雅竹小姐，你有准备一个也是男友送的包吗？是， okay、是我第一个人家送我的，第一个男生送你的包，其他都是你自己买的。对对对，就它不是顶贵啦，它来借看一下，超过万元的包而已，超过万元。哦，哎，好，蛮好看的，会不会对你来讲稍微？成熟成熟一点。其实我收到那一刹那，我有这样觉得。可是我发现它还真的还蛮好，是很街头啊，这哪会成熟？对啊，你拿拿看，就是很随。可是这位男士会有先做功课，知道你像那个男生有打听他喜欢水饺包这件事吗？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男友就是他时尚的知识比我还丰富，所以他只要挑的话，我都还蛮信任。好看吗？所以他是一个懂时尚的男友。是。听说一件事，想跟你求证一下，是我们节目害你们分手的、哦？不是啦，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报道，觉得很内疚哎，说因为你在节目上不小心聊了太多你们的事，然后他好像有点不高兴。没有，可是我觉得他没有，他会有一点觉得说你会不会讲得太多了一点，但这不是造成我们分手的主因哦，所以不是我们弄坏的。没有，就是人家很高兴冲过来拿包包要。脸都歪掉，
我怎么会这样？所以如果将来交往的男友警告你说上电视不准讲我们的事情的话，你就会真的不讲吗？我会，会吧。可是其实我在别的节目都没有讲，是被你们逼问我才讲。我没有逼你啊。因为陆佳怡也是一样，就自己很爱讲啊。嗯，因为我们都是同星座，就是激不得一个问题问两遍以上，你就会礼貌性不好意思，是不是？对，而且就会讲出来很甜蜜啦，也不见得不好。所以你说这个包包是在什么情况下他给你的？就是这是我生日礼物，然后因为我们好姐妹生日都在，就是在很接近。可那次生日你本来不敢。不敢要庆祝的时候，对，因为我们就吵，就有点像吵架，就也不是吵架，就是我是我自己忽略了，然后我就是有点得罪他，然后他也，你是出去玩的时候没有接他电话，对，就没有接他电话，这样就得罪了，就有点玩疯了，然后没有，可是我觉得他，我事后想他可能是在我的生为我的生日铺梗。就是他可能其实也没有那么生气，可是他就是借由这一次，然后就是特别生气。结果后来我去上洗手间之后，我要出来，结果我浴室灯一关，结果我发现，哎，为什么外面的客厅是黑的？然后我想说，该不会骗啊？就是，而且我那时候完全不会想到说是惊喜，因为我觉得这今年应该是没忘了。结果我出去，然后就蛋糕就是在外面，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感动。然后就我就收到这个包包，所以他从黑暗中走出来，端着蛋糕跟这个包包，嗯，还有刀吗？没有，你看我这边还有一个刀疤，没有头很深啊，但是有点痛。哦，这很甜蜜啊，所以是一个好的回忆。就哭着抱着他，是。你很喜欢问后面发生什么？不是，因为我觉得男生送礼物给女生，万一女生表现得不够。所以应该要扑上去亲吻，然后就是怎样？因为有的时候我表现得不够热情，我就觉得对老公很不好意思啊。所以如果老公拿出这个来，你会？为了那个包，你会无所不用其极。因为我老公有一次送我香水，他说 ：“Baby， 你看我专程买给你的。”可是香水太危险了，因为香水味道很容易。然后我就说：“哦，又是名牌。”然后我就打开一口，我说：“哦。”扫兴啊！对对对，是完全就是粉味重的，我没有讲说是比较是妹妹用的，对。然后我就说我真的没办法，说会吗？你喷喷看，就擦擦，就往我身上狂喷哎。然后我一闻那种粉味的香水，我就很崩溃，然后我就赶快跑去洗澡，然后就呛我搓，我说真的好臭哦。他说好了，那我拿去送别的女人好了，还是送妈妈好了。然后他就落寞的离开，然后就觉得啊、哦，好想从后面抱住他说对不起，因为实在是太臭了。这应该是在那个家暴新闻前一天发生的。你看我背后这个有吗？可是如果你真的很不识相哎，你表现太烂了。可是真的会假装，怎么可以说好臭这种话？你可能那时候我是惊奇来的前几天情绪有点哦，那真的是那不能怪你。但是我一直很懊恼到现在，这不好，对，不好吗？这错误示范，不行。可是如果你硬接受，他会以为你真的喜欢这个味道，万一以后都一直送你，那你要演到天荒地就喷光啊，到户外去对着阳台就是。你这样子走到外面，别人就会想说，哎，徐熙娣，原来你是喜欢粉味的女人。就是那个形象会很差哎，所以外人的印象比先生印象重要吗？可是他送的意思就是他喜欢你这个味道，他才会送你这个。要是你会喷吗？比如说在家里洗完澡就喷。我觉得一定是夜店的妹妹跟他讲说啊，女生都喜欢这个牌子，他就喜欢。其记忆力大衰退，当场语无伦次喽。对，这个是我们都认识的那位送的。那不认识？不是，啊、是梁鹤群吗？不是啊，这梁鹤群没送过。他是芥菜的。我也不是。学校很多女生就是有特别，可能我喜欢买衣服，我喜欢买衫，我喜欢买衫。不是、啊，不是、啊，台语。不是啊，我讲错了。自己买过的包最贵的是五万三，最贵哪一个？就是头上那一个。但是哦，你刚刚说香型失色的那个吗？对，可是我觉得买它是一个，可不可以去拿起来看一下？的感觉，因为它的故事是，我有一天在家里完全没有出门，然后
然后心成这样。然后我就是想说去运动好了，我就是绑个马尾戴眼镜，我就出门去运动了。然后我就骑脚踏车，我之前住在中山北路那边，然后就刚好经过 LV 的店，然后我想说啊进去看一下包好了，然后我还就是把脚踏车牵进去停，然后那个柜姐还有看到我停完脚踏车，她就姓柜的小姐，柜姐啊，我就是张柜小姐，柜名誉小姐，你怎么称她为柜姐？她也看到我就是穿得很破烂，柜小姐是不是？对，然后来这种老气的简称呢，然后她就在外面就是很开心，好像迎接我，我就走进去想，我说我只是想看包包而已，就她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招待我，而且她完全不看我当时的样子，她就说这一款怎么样？她就很亲切。她有称你为杨小姐吗？没有，她不知道我是谁，她就很亲切，然后就跟我介绍到这个包，然后我就是拿起来一照镜子的时候，我就吓到，因为我你知道那个鬼样子，然后配上那个包，我觉得那个人根本不会理我。你说你当时很蓬头垢面，非常，然后就是我还运动完，然后很热这样子，结果他就帮我推荐这个包，我就说好，我知道了，我会来买。然后我想说他可能也只是听一听，想说啊大家都这样说，我会来买，所以我就是冲着这一点，我就是一定要去买。就隔天我就一样骑着为什么脚踏车，然后我就53,000我就付现。那你隔天有打扮好吗？没有，我就还是那样子。然后他还记得我，他也是很热心的，所以你是用报恩的心情在买这个包包，是不是？对，觉得他没有因为你很蓬头垢面就对你不礼貌。刚刚这是一个服务业的小故事吗？是，就是说销售人员不管面对怎样的顾客，只要态度好，别人因为有老样，他回来找你买，真的吗？真的有。好，我们要看一下英琪小姐带那个男友赠送的包，哎，蛮好看的，很好看吧？这个很好看，就很素啊，可爱，没有自己，没有自己选的。对，没有，我自己选，我很多这种素的包，这个很优雅哎，嗯，很可爱。这个你撑得起来吗？很可爱啊。那还是找份工作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都认识的那位送的。不认识。不是。不是啊。不是梁鹤群吗？不是啊。那梁鹤群送什么包？没有，我不记得，我不记得他是。他把东西都藏在哪里？没有，我不记得。他是藏卡片还是藏甜点？我不记得了。可是梁鹤群不是跟你去香港买这个包给你吗？没有，你前男友不是梁鹤群？是，可是这是我前前男友送的。哦，所以你有跟梁鹤群讲说你前前男友送过包吗？没有。所以梁鹤群没送过你包包啊？嗯，怕是记不太得。吃银杏吗？也不是，那可能是安眠药的副作用。最近很多次都记不太起来。前前男友送的，那他是带你出国去玩吗？那次我们去香港玩，然后因为这个包那时候刚推出，很是去亚洲吗？对，亚洲，没有那么多同学去过欧洲的，又香港。对啊，那时候台湾都没有，很多颜色都卖光。然后我们刚好去香港玩的时候，我们就其实逛了两家店都没有，各种颜色都没有。然后后来到第三家店的时候，我们就问他，你是锁定了这个款式？嗯，我就写要这个，因为它超轻的啊，羊皮它超轻，它就是有名的轻，我就可以放东西就不会背太重。然后结果就到第三家店，那个小姐就跟我讲说啊，刚好有剩下一个，要不要看看？可是因为这个颜色就是比较容易脏啊什么的，而且羊皮比较软。她就说如果现在不买，下一秒钟就会被别人买走。店员说的？不，我前前男友说的。他竟然，他就，然后我就说，他是柜姐吗？口气大到就是说，接下来不管看到什么颜色，他都还是愿意买给你哦。嗯，那就拼命给他逛到死啊！去每个店搜，到底遇得到遇不到？可是真的没有，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啊。他要首推的时候，就像现在你看到这些包包，他都只有一个。嗯，都只有一个。那你怎么会放过这个男友？他住太远的关系。什么高雄吗？没有，伦敦。太远。亚洲人吗？亚洲人，新加坡人。会说中文。嗯，他中文还 OK， 他是哪里找到你的？我们在网络上认识。我们在新加坡，我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朋友介绍的。你有最后男友？所以是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嗯，我妈知道。但是这个包也没有写你名字哎，他是比较写陆嘉怡名字哎。没有，那是我的嘛。你是一心要偷他的包，所以你叫本名。绝对比他拿起来好看，哪会啊？看是不是？是啊，是啦。嗯，好配哦。是他的穿着吗？他的穿着就是要让很帅。我觉得今天英琪比较倒霉，穿这个衣服真的。因为上次你就说我
我穿那个窗帘啊，我今天想说穿少一点，结果害我每个都不好搭。因为我选包包的原则就是因为我私底下拿会比较多，可是我私底下每天都穿牛仔裤啊。你要看丁小晴那个白的，我看看。因为我每天我除了工穿太性感很难拿包包。对啊，我选包的原则就是我平常会拿比较多，因为我工作就是坐在那边也不肯提包。讲话好碎哦。留空隙给我们问乱问问题，对，没错，这个好像也不太不好意思，对不起。最近衣服是不能配包包的啊，可是我平常都穿牛仔裤跟 T 恤，那配那一些都很好看。谢谢你，不好意思，请坐，请坐。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彼此犯的罪，不该嗅到他的美。这是男友送的。对呀、啊，好看哦，好看哦。对，今年春夏一定要有一个鲜黄色。今年春夏一定要有一个鲜。对，不一定有一个公式包了。对。两个还 OK 啊？你到底是哪家百货公司的柜姐？所以今年是不是春夏要有一样颜色？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黄色。你就没有啊？就我还没有。那没有会怎样嘛？其实会被开罚单抓去关。就是希望了。对。因为我其实平常工作都是背很大的包包，我很喜欢塞很多东西，所以其实我像这一款的包包，我有很多颜色，黑色、橘色都有很多。然后我这个男朋友的时候，他就是看到我在背这个包包，他就觉得，反正就是他就送了我这个包包。那他是一个不送包包的人，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你怎么会突然送包包？什么？他交往就跟你讲，他是不送包包的人。他的前面的他女朋友几乎都没有送。会聊到这种事？可是这是好拿来当成一个做人原则的事吗？不是，他觉得就是那个真有广告也说不抽烟，然后白种人，然后说英文，以及不送包。觉得女生包包很难送，所以我才想说你为什么会送我这个包包。他还说，因为我觉得你好可怜，你每次出去都带一个卖菜的那种阿嬷用的包包。他说这个吗？对，然后他说这个包包他感觉就是好像，而且又不是真皮的，然后就感觉你好可怜，而且你还同一款有三个这么省，然后我就，哇，不是，所以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很节俭的女生，跟别人他觉得我很可怜。他们觉得我很节俭，他觉得我很可怜，他觉得我包包都不实用，我实用包包反而没有。可是你没有跟他讲这个包包的背景。有，我跟他讲说这是一个法国的名牌，它非常的贵，而且卡麦隆迪亚兹在头彩店家里面都用这一款一模一样的呢。他说那我瞎了。你有铂金包吗？没有，没有。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我钱太浪费，我要好好的存钱买铂金包。口味就钻进来之后，左手钻进来，右手就会出去，留不住。我已经认命了。变男票，送修。店长，我们还有一位的那个男友送的包包。不是男友。是什么？是朋友。朋友送的。对，在节目上，阿丹送的。太亮了吧？在节目上送的。对，就是在阿丹。对，婚前的阿丹吗？对对对。不然呢？哇。节目就是说，如果说你喜欢的对象的话，你的见面礼是什么？这个老板也是我之前一个朋友，他就说没关系，就是送给你这样子，然后你可以使用，很适合。他对你表达欣赏，你都没有反应吗？没有，因为我之前跟他很熟啊，就是我在节目上也是有做过一集类似的，对，可是我们是因为太熟的那种，像哥们那种感觉。所以你觉得他只是做做效果而已？但我也吓到。他结婚，你有难过吗？没有啊，是算算阿丹很贴心的选择，很贴心。我觉得他对朋友很贴心，所以我觉得他对女朋友应该会更贴心，跟老婆太太对对结婚了。好，小四，你今天带在包包里面那个推车上，你最想要跟我们介绍的是？我觉得蛮适合小女生的，小女生拿也很好。这一个。
或者是旁边，这个连我妈拿起来都在憋，这很不容易驾驭，先生。这连我妈拿都会太老气吧？这个大概因为它的材质是比较特别，它用了一种很特别的材质。一起一起去背背看，我觉得一起就蛮适合的。嗯，他穿这种我觉得还蛮适合。黄色那个应该蛮适合他的，金色那个。穿这样，这个吗？对。然后他其实如果穿牛仔裤也还蛮 OK 的，很简单，还不可爱，还蛮好。对你今天拿这样还蛮合的，你要这样，好可爱哦。你会想要吗？会，我看它是什么材质啊，很特别。它是用一种，你刚刚讲会是真的要买了吗？你不会又要买吧？哦，这样看比较好，很好看，很特别啊。会不会太多包包了？可是我没有喜欢其他东西啊，我也没有就是特别爱买。无敌昂贵的鞋，像很多女生就是有特别，可能我想买衣服，我想买衫，我喜欢买衫，不是啊，是台语的，不是啊，我讲错了，不是想买，不是想买，对，你好错乱啊，我买衫都出来了，我买很昂贵的鞋子啊，然后他也有做一个类似的，像刚才香奈的那种感觉，他也做一个比较，对，他就做一个类似像这样的感觉，就他利用编织的方式，因为这个设计师好像说什么哦，没有，那个就是所谓的泡面包嘛，就是。你说它样子很像泡面，对啊，就是感觉不是要近看，对，近看是很像。那这个设计师他是一个日本人，所以这些东西跟他小的时候，因为他家里是做日本和服，尤其是那个腰带，对腰带，所以他很多东西都来自那样的一个理念编织啊。嗯，那旁边的桌上的那些呢？这边吗？这个是也是今年流行的一个元素，就是刚才讲到设计师的理念嘛，因为这个设计师他就去西班牙度假，然后今年也流行度假风，所以他在西班牙度假的时候，他就看到了那个古时候的西班牙的一些地砖、瓷砖，所以他就想到把它转印上去。有人喜欢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小四带的，大概共鸣还好。这个还不错，我喜欢这个颜色可爱。我是觉得这个也，它第刚刚这一季出来的时候先出这个，我喜欢，然后后面是这个出现，这个都没办法，就是我看到甚至会惊呼出来。这个就比较适合贵。然后另外也还有一个包包，就是刚才讲到像他喜欢的这个 bling bling 的这种，其实这也是他的设计，就是把它用铆钉的方式转换成这种。这会不会太？对啊，我眼睛好难受哦。这会不会太林森北路？其实不会耶。对，你请他们随便一个。引起。我觉得还好啊。去吃米苔目吗？这个包包完全行，完全行。我有啊，我刚刚一来就问这个，我觉得超漂亮的、啊。是你的名字、啊？你又想买、啊？这是你的，这上我知道不可以。这个包包丁小晴拿，可能质感会更好。因为我这也是反差嘛，不觉得？然后他这样拿也很好，我觉得他比我适合。好杀伤哦！真的吗？顾佳怡跟你的鞋子很 match 啊，对不对？顾佳怡撑得起来也可以，驾驭他，驾驭他。试试看，这个。压倒他，快点！那你们这样就是，你要配上来。如果把它弄成这样子，他也有手拿包啊。嗯，那就是像，因为这个长度就很容易有。那个手拿包比较好看。这个好，你拿手拿包可能就刚好。对。就这样很随性，陆家漂亮配色包，它就是一个反差嘛，其实蛮朋克的，是的，但是就是华丽的朋克。其实我觉得男生拿反而好看哎，这种东西就是要反差，不要这样拿的。其实真的还蛮好看，如果男生穿它像这样，你买给你男友吧，好耶。我很想看他拿，不应。皮夹大概在20000块左右，就一般皮夹的价格大概。OK， 口味真的差很多啊。好能展现品味哦。是，有些包包就是要不太容易拿，像我们刚才讨论，像这个包包很可爱，可能就适合像艾薇儿，像她那个样的个性的女生拿，就很好看。是，所以因为一般拿台北街头真的有人拿这些包吗？还是有。勇敢。这个品牌今年出了一个超诡异的，就是大概这么大的那种动物玩偶，是那个 Melody 的，然后就是像一只兔子一样，然后你就要拿在路上，刚好牵一只兔子，但是扁的，因为它有做一些像特殊形状的嘛，就稍微这个形状很容易，然后晚上出去 party 也可以。好，我很高兴你们都这么爱你们的包，所以跟他们好好相处吧，下次再来玩。
同时间拥有一个真的男友，对，以及一些想吃你而吃不到的人。对，那如果他一对，有一年呢，我到海南岛要找一个浮板，正好有只手就压在我的手上，四目交接。明天晚上10点，中天综合台。